我们一杯拿出来喝可以吧？不行啊！谁告诉你？报警快点！我笑你不敢啊！哎，我有吸管。大家，大家，我们是不是要买？别害羞，快吸我！这什么东西？哪一个卖最好？哪一个卖最好？水果茶，好不好？水果茶，水果茶，一杯55块，对不对？4杯，我们4个人，那不用加糖。那不用加糖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老板来了。好，你好。你们这个开多久了？我们开蛮久了，因为我们每个夜市都有。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猜拳厉不厉害？应该还可以，应该蛮厉害的。那你吹去回去，那你没有啦？那我不厉害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们四个先猜，赢的跟他猜，再剪刀石头布，然后我们夺零。你看，永远就是这样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跟他猜。立来。好，来一拳来 ，OK， 好不好？我们赢的话，之后都会买单。老板加油！好，来一拳来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。然后多少？200就好。好人，谢谢。所以我们还有一次机会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一次机会，胜选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是不是点水果茶是对的？满满的水果，当然是水果茶。上面有我们老板养的柴犬，然后我顺便送给你们。哦，所以你会送我一人一个吗？对啊，当然。换。那我跟你说，待会我们拿出来的时候，杯套我们先收起来。就收，就放饮料就。对，万一我们输的话，杯套就不用给他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老板都弄好了吗？哎，墨绿色的好看，我们一杯拿出来喝可以吧？不行啊！谁告诉你？报警快点！我笑你不敢啊！哎，我有吸管。大家，大家，快！哎，很好喝。还有，很好喝。还要这样玩哦？很好。我讲这么热哦。好好吃，那吃杯哦。啊！哎，好好喝哦。好喝。哦。哎，真的不用加糖。没有加糖是好喝的。而且我讲真材实料啊。不用，这还你。你喝完了？啊，不用。啊，你们大部分都喝了。我想你再轮一次。哦，然后三杯的意思。还有水果啦。谢谢。我没有时间了，走。有什么推荐好吃的，年轻人？你要吃什么？你买什么？屏东烤肉。烤肉，对了，一定要烤的，很赞哦。哎，好，屏东烤肉，应该是烤山猪肉这一类的。肉夹馍，这也有肉夹馍，这是肉夹馍啊。对，有肉夹馍。请问一下，詹姆士有买吗？没有看到。很好。为什么叫做万物馍啊？就是万物都可以夹，都可以夹进去馍里面。对，我们什么都夹。哦，什么都能夹。对，来三个吧。可以哦，三个。好嘞，然后这边是煎饼果子的。哦，那个大陆那个那边小吃，对，两个，这很好吃，两个，各两个吧。各两个吗？好吧，各两个。来两个，一个是必点的，另外一个是 cheese 的。好香哦，让我闻到味道了。好，忘记做。哇，它长得像可丽饼一样。这什么？酸菜。对。这个是炸。榨菜跟葱花。对。所以说我们要猜拳吗？因为有两次啊，要猜第三种。因为它是超过我们的预算，所以我们要用猜拳的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之后他会付钱。你们赢了，那我们只好就是自认倒霉。要玩好玩的，只要说不太简单了。猴子，玩游戏的出身。好，来，你踹，哇！老板娘加油，不要怕。剪刀石头布，加油布，好碎的。我赢哦。他先啊。准备，预备，猴子。要连中两次，不要害怕，对，就照你想比什么就想什么，不要害怕，好不好？你想比什么？对，加油！哎，不是，你们是我的队员，你帮他加油干什么？人家第一次啊，那我再对一次你就输了啊！预备，等一下，好，站好，预备，猴子。全我自己选的，没关系，好了，谢谢。